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远道而来。这首歌满足，其实一开始我在想满足到底是什么呢，然后当我看到你们为我熬夜熬肝，然后辛辛苦苦为我们应援，然后远道而来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满足。但是其实我一直想找一个更准确的一个说法来描述满足，然后当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，我觉得他说得很好，成长的力量。从最开始的那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一个素人，然后到现在可以站到你们分享你们的爱，得到你们的付出，这对于我来说是我的成长。你们陪伴我，我们一同成长，我想这就是成长的力量。我觉得成长的力量就是我的满足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 X9 少年团每个人想给你们说的话都在这首歌里面，不知道我的兄弟们准备好没有？准备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彩排了这么多次，至于他真的没有，那我就说好了，已经安排上，安排上。好，那我先许愿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好多钱啊，不要知道亲哪家的耶。越来越顺利耶耶。好，往往这边想到对起开车已经开始分享了，好，谢谢。就一起长大的感觉特别好，然后又是一年特别也特别感谢多多支持肖战今晚会发的单曲。是的，耶，谢谢，谢谢，满足了。OK， 那我们先把蛋糕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工作人员可以帮我们吗？是的，感谢。我觉得肖战要交给你。今天哪天他跟我说一个，我其实觉得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新女儿，然后，从一个普通人，然后到现在，然后可以跟大家走了那么久，然后我觉得以后大家会更，每个人都会更好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。送给你们，留下，我们来送给你。前的海浪与沙滩，遥望远处深蓝色海洋，海鸥和远方像诗人的浪漫，唤起心中无尽的遐想。又是一个浪漫的夜晚，盼望流星能听见呼唤，路边的野花依然的开放，
想起了你微笑的模样。我想写一首歌唱给你，让你在寂寞的夜里听着我写的旋律。我想写一首歌唱给你，美丽如许，唱出我们的甜蜜的甜蜜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不敢拥